跟他的妈叫平衡的，我们要让达尔知道说说方跟他的女性都叫平衡。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宝岛渐渐被西藏密宗喇嘛教入侵，各地的藏密共修中心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他们号称是藏传佛教。但是因为台湾人民普遍善良，没有能力分辨喇嘛教在教理上、法义上、修行的行门上都与佛教相违，这主要根源在于喇嘛教是以男女淫欲的双身法作为最根本的教义。喇嘛教已能长时间专注于男女性高潮中不懈，说是最高无上瑜伽的乐空不二，说透过男女性交可以提升心灵的纯净。达赖喇嘛在他所写的《修行的第一堂课》这本书中就写道，就算是两性相交或一般所谓的性交，也不会减损这个人的纯净行为。又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达赖生死书》中也写道，可以在修行之道上运用性交，以性交作为强大意识专注的方法，然后显现出本有的澄明心，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没有办法抵赖。达赖喇嘛在他所著的《心与梦的解析》这本书中说，平凡人的性交行为与高度得证密续修行人的性交行为，生殖液都会流到生殖器的部位，差别在于是否能控制生殖液的流动。密续修行人被要求必须能控制生殖液的流动，所以经验丰富的修行人甚至可以让生殖液逆流，即使当他已经抵达生殖器的尖端时也不例外。达赖喇嘛在《慈悲的力量》这本书中教导喇嘛们，在西藏佛教里，特别是一些本尊与配偶双修的图像，明显有性交的真相，这往往给人错误的印象。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运用到性器，不过能量的运作完全在控制之下，精气最后将一点不漏收回，而绝不会流泄出去。其实达赖所说射精后再将精液吸回，今天喇嘛教上从达赖，下至一切喇嘛，并无一人有此功夫，都只是笼罩世人的谎言。纵使将来某日有喇嘛努力练习而公开表演成功时，也只是吸回膀胱而非原来的精囊中，绝对无法通过医师的检验。这些被吸回膀胱的精液仍将随着尿液排出体外，绝对不是达赖欺瞒之言所说的吸回原来的精囊之中。所以十年辛苦练成了这种功夫并无意义，这种乐空双运境界其实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菩提的实证全然无关，根本不是佛法的实证内容。今言佛教历史的前台大哲学系教授杨慧南说，早期瑜伽修行法在印度却是一种宗教行为，目前有部分藏传佛教支派吸纳了印度教的做法，将所谓性交修行也纳入，这与释迦佛所强调的传统佛教精义
却有极大出入。社会上经常有一些性侵的事件发生，而这些性侵事件的后面呢，很大一部分都跟这个宗教的性侵有关。那宗教性侵里面就涉及了两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就是双修啊，借了双修来进行性侵的知识。那这个现象那么普遍化，那发生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那我们了解更多的这个事件，其实已经造成了我们台湾社会非常严重的问题。所谓藏传佛教啊，我们一般的藏密，他们教义的本质就是要进行双修。他们既然称为密教，藏密，其实修密道的时候，密教的时候呢，所谓的四步瑜伽啊，里面的一步一步修到无上瑜伽的时候，无上瑜伽从灌顶开始就要进行双修了。所以这个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个他们基本的教义就是如此。西藏佛教的修行道这本书，这是由十四世的达赖喇嘛他讲的啊。这个里面呢，他说啊，我就引他的话啊，行者到达某一个境界时，就要寻找一位异性的同修作为进一步正道的冲力。在这些男女交合的情况中，如果有一方的证悟比较高，就能够促成双方同时解脱或正果，是他来讲的。也就是说，修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要双修，就要找个异性来做交合，啊，这个写得非常清楚。在达赖喇嘛和中国佛教访问团之问答中，记录有达赖喇嘛说的一段话：假使他在行双身法时，将精液射出来，那他必须要有办法一滴不漏地收回，否则就是违背了犯行，就是犯了大罪。达赖喇嘛在《达赖喇嘛在哈佛》这本书中说，当我们经验心的细品层次时，这层意识可以转化为了悟空性无我的智慧。首先，行者试着停止出品意识，因此必须改变红白明点的移动，这就是牵涉到双修的地方。行者可以加以运用的意识是发生在行房之时，因此双修是密圣道上的一个法门。达赖喇嘛在《西藏佛教的修行道》这本书中说，在这四种状态中，进一步发展的最佳机会是性交。虽然我使用性高潮这个普通名词，却不是指一般的性行为，而是观想与冥妃交合的经验。达赖喇嘛还要求喇嘛们要找实体的女人和修双身法，说如果只靠观想是不会有成就的。如在《喜乐与空无》这本书中，达赖喇嘛这么说：秘密集会谈陀罗里有关与明妃和合的章节中说，若与实体明妃行乐空双运，才会成就真正的身曼陀罗修行。如果仅与观想中的明妃行乐空双运，则其成就不大。白纸黑字，达赖喇嘛自己证明了自己是鼓励喇嘛性交修行的罪魁祸首，不容抵赖。喇嘛教的祖师爷宗喀巴说，未受密宗三昧耶戒之前，若与比丘尼或自己的母女姐妹或畜生女行淫，这是犯了根本重罪。但是如果受了密观以后，
依密宗的双身法双修，不但不犯戒，而且还有大功德。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题目则是双身法非佛法，也就是男女双修行营的这个法，它不是佛法，而是外道法。在开始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念两段所谓佛门中大师的著作给各位听听看。虽然很难念，但是还是要让各位知道事实的真相。第一段，一个男人变得有多热情，一个懂得技巧的女人就会以同样的热情摸他、抱他，向他展示乳房，并使得他陶醉的连文字都难以言传。他呻吟，不断地吻，而男人对准他的胸部及下半身拥抱他，以完全陶醉的方式裸成相对，抛弃了所有的羞怯，以燃烧的热情、性感的脸，他看着他怒举的阳具，用手抚摸他，让他醉倒吧。可能各位很难相信，这是一个佛门中号称大师级的人物所写出来的著作与提倡的实修法门。书上介绍这一位法师说，他曾经几次在大辩经的法会上辩才无碍，连著名的辩经师与首席教授都曾经被他辩驳得哑口无言。也许各位会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吧。那我们就来看看下一则。这是一位教派的领袖，名闻世界。印度佛志所传《文殊圣语》这本书里面提到，我们的身体结构与四大，即使是在凡夫的层次，在睡觉、打哈欠、昏厥与性高潮的时候，也会自然地体验到明光的维系层次。这显示我们自身具有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潜能。在这四种状况中，进一步发展最佳的机会是性交。他还说道，依据密续的解释，乐的经验得自三种状况：一是射精，二是精液在脉中移动，三是永恒不变的乐。密续修行利用后两种乐来证悟空性。听到这边，我想请大家想一想，觉得以上的说法是正确佛法的修行，请举手。觉得这不是佛法的法门的，请举手。这种借由男女的性行为，想说用异性的身体，借由性行为中种种的觉受，来帮助自己修道的方法，其实在很早之前，在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印度教的教派当中。想用这个方法来达到与大梵合而为一的境界，对佛教来说，这种法叫做外道法，它不是佛弟子所应该修学的。修这个双身法也不能够使我们断结正果，它不能使我们证得在解脱道当中四相四果的任何一个果。于欧美国家亦层出不穷，如大名鼎鼎的《西藏生死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就曾于1994年在美国旧金山被控胁迫与性侵妇女。这些都不是偶发事件，因为喇嘛们从小被教导无上瑜伽双身法是最高的修正，修种种的前行升起次第都只是前方便，最终就是要找一个明妃来合修双身法。当然他这次不是说一次就性侵，他会先有一些挑衅、一些猥亵的这个行为、挑逗的行为，然后最后呢真正的开始，在这个杂志里面记载得很清楚，他把他扑倒。
扑倒以后呢，他所进行的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性交的行为这么简单。比如说他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比丘尼也很不好意思的说，他呢前后抖动，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姿势，然后感觉好像非常享受的样子。那这位比丘尼他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事。然后那我们稍微知道的人就晓得，哎呀，这个就是在经典里面讲的，在双身法里面它有所谓的提降持善四个层次，其中有一个叫做狮子善，模仿狮子抖身体的这个方式，在善，他们所谓的善名点，其实就是闺房艺术里面那一些源自于印度，源自于印度这一个性力派，其实也就是房中术了，如何让这个欢乐的时间增长，如何让名点，也就是精子，不要随便的射出来。喇嘛教的教义完全与佛教的教义背道而驰。我们知道，但是密宗是最高的法。啊，那在经上我们学经教，学我们了解。啊，佛确实是这样说，不修密法不能成佛。Gacchami